最帅的那个钢琴啊！哦，你是最帅的。对啊，我就说你最了解我了。那所以你的第几名啊？就第二名啊。哦，这么厉害哦！其实也才三队而已啊。哦，切！可是你这么厉害，有时间读书吗？就知道中午每天都去练琴，这样晚上才。是哦，原来你那么认真哦。真是看不出来吧？看不出来。哎，下节什么课啊？好像是生科课吧。哦，太好了！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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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。哎，三十。